要得着，我们要得着祝福，让我们心定睛在神那里，求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，将一切阻塞的，一切阻塞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，都完全的清除。咁之下你就听指令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主，我哋需要你。需要你的灵来。我哋需要你嘅圣灵嚟。帮助我们。嚟帮助我哋。因为我们要得着你的医治，因为我们要得着你的医治，得着你的释放，得着你的释放，我们要做信服的百姓，我们要做信服的百姓，不是主塞污的百姓，不是仍然有阻塞物的百姓，我们需要你来，我们需要你来，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，带下你的祝福，带下你的祝福的恩膏，带下你祝福的恩膏，开始祝福你的百姓，祝福你的百姓，拿走一切的祝福的阻塞物，拿走一切祝福的阻碍物，拿走一切的咒诅，拿走一切的咒诅，我们是 Abraham 的后裔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属于你耶稣，耶稣我们属于你，所以我们可以寻求你，我们可以来寻求你，天父，天父，你来，你来帮助我们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摧毁魔鬼的作为，摧毁魔鬼的作为，带下你的祝福，带下你的祝福，更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活水江河，活水江河，今天要涌流，活水江河今天要涌流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差派你的圣灵来，差派你的圣灵，带下活水给，带下活水，你渴慕的百姓，被渴慕你的百姓，我们干渴，我们好干渴，需要你的活水，我们需要你的活水，耶稣，耶稣，主耶稣，怜悯你的百姓，怜悯你的百姓，我们有很多需要，我们有很多需要，在我们的家族，在我们家族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关系里面，在我们关系里面，唯有你耶稣，唯有你耶稣，可以拯救我们，可以来拯救我们，哦耶稣，耶稣，我们呼喊你的名，我们呼喊你的名字，哦耶稣，耶稣，主，耶稣，我们的主，你来拯救，你来拯救，释放我们，释放我们，突破的恩膏，突破的恩膏，开始涌流，开始涌流。
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心中。Yes， 跟神说，同神讲，我要得着自由，我要得着自由，我要得着你的祝福，我要得着你的祝福。愿你我今日晚上破除每一个咒诅，在我的生命中破除我的生命中每一个咒诅，突破的恩膏，突破的恩膏，临到我们，临到我哋。我跟神说，每一个人都同神讲，我需要你。突破的恩膏，我需要个突破的恩膏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呼喊你的名，我们呼喊耶稣的名字。圣灵，圣灵求你来降下来，圣灵求你来降下来，降下来，哦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在灵界中。Yes, today, tonight, Lord. 今晚主啊， we take it very seriously. 你好认真嘅。And we also take it very seriously. 我哋都系认真嘅。Because this is a warfare. 因为呢个系一个征战。We know we are on the winning side. 我知道我。